竹东二重埔的农业区，30年前土地编定成工业区，因为没有开发，持续做农业使用。如今新竹县政府计划征收作为产业储备用地，部分居民希望能保留家园，守住农村景致。事业废弃物四处流窜，不孝的处理业者滥倒废弃物，甚至运用再利用的名义也是非法。有些被污染的土地等待地目变更，这场土地变身术何时能终止？渔温被回填，养殖户忧心影响水质和土壤，到底填的物质是什么？为什么在各地农地渔温类似的问题层出不穷？富贵鱼之死，看见废弃物处理的缺漏。走进屏东县枋寮乡新农村，石斑鱼的异响映入眼帘。这里是渔业署规划的番子轮养殖专区，台湾石斑产业的重要产地。原在外开店的陈佑颖4年前回乡接手养殖。番子轮生产区的话，目前养的鱼种有石斑、跟龙胆石斑，还有五仔鱼。那目前最主要外销的市场还是以大陆为主。至少有80%左右是销大陆，那我们的年产值大概超过10亿左右。外销价高，当地居民几乎全靠石斑鱼为生。今年初，当地一位养殖户的鱼苗大批死亡，入春后的投资付诸流水。幼鱼之死原因为何？这起事故会不会对屏东枋寮重要的石斑养殖专区产生冲击？从空中俯瞰，被填平的土地在连绵的余温中特别突兀。画面左方这一笔土地是屏东枋寮乡建兴段地号666。666号旁的长形余温就是发生鱼群暴毙的鱼池。随着空拍机越往前飞，右上方的678地号也映入眼帘。原本这两大块土地都是余温，2017年陆陆续续有卡车载东西来这里回填。居民原先以为回填的是土，却发现回填物质让空气布满恶臭。十天啦，啊！你地遐饲鱼啊，饲久个饲，唔免3分钟、5分钟啊，人就会冻袂掉，会破心，会想要走安尼啦。这样的日子，居民忍受许久，直到附近一座渔温的鱼群暴毙，行政部门才前来关切。环保单位采样显勘，但情况没有改善，居民反而吓得噤声。我囡仔还袂饲，我逐项都大阵都欠人2000多万啦吼，啊，逐项我拢伫遐家己咧做，我也毋是讲有请人咧做啦，啊，无到我家己规个物件我拢用袂起来啦，啊，我连三只狗我无死去，啊，无我著规，哎呦，你毋通搁甲我破坏人啊，我到时啊，我惊我真正我反正用财死。目前这宗回填案件已经进入司法检调侦办，卡车和怪手却依旧在余温上持续作业。屏东县议员也是678号的地主尤淼松，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合法做事。我就是你们申请室内养殖场，哦，这嘛进阮海洋所吼在推动的，因为室外污染源来源太多，所以伊嘛希望讲我做理事长，搁做议员，啊来替渔民吼来用一个室内养殖场。啊，有标准啊！如果只要先讲，他们来推广，啊，再搁加上太阳能。尽管如此，法律规定回填土方必须是良质土，刘某松田的恶臭物质却是不得回填到余温农地的可再利用事业废弃物。基本上哈，因为那一个议员他本身就经营有一个再利用的一个机构，所以这个再利用的机构哦，那顾名思义就是将一些公告可再利用的废弃物拿来做一些处理之后，再作为再利用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用途。那在枋寮678建兴段678地号这一个部分呢，那据我们现场查核的一个结果哈，那地主啊，也就是那个议员本身，他也明确表示那个回填的一个来源哦，就是从这一个他的那个再利用厂所载运过来的。刘淼松拥有的再利用厂叫凯林企业有限公司，目前代表人已改成议员郭在天。再利用厂的位置就坐落在回填余温附近。他
凯林公司被环保署允许处理废玻璃、废砖、废陶瓷、营建废弃物、石材废料、燃煤废灰等项目。长期追踪事业废弃物污染的台南社大现刊后却认为，凯林公司收受的事业废弃物可能跟环保署所允收的内容不符。我看到的大概是白色的、黄色的、咖啡色的、黑色的，然后有很细的粉，白色跟黄色很细的粉啊。另外被雨水冲刷下来的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有像文化有底噪的、像线路板的。经济部资料显示，凯林在2006年核准成立。根据环保署采罚记录可以看出，凯林公司从2013年至今，因为没有针对再利用产品流向做成营运记录、堆置地点缺乏阻绝措施等原因，共被采罚13次。但十多年来，疏失没有太大改善。它不可能是废弃物处理，不可能，因为废弃物，就算你是土资厂，它都有相关的规范。你是再利用厂，也有在相关的规范。你要隔离，你要防尘，你要什么什么。像我目前看得到的，前面水泥搅拌厂这里是大概还可以，但是后面那个土资厂那里，太光包那边，基本上全部都违反规范。6月14日，屏东大雨。民众举报凯林公司堆置的太空包已滑落到溪中，屏东县环保局隔天到现场要求凯林公司将太空包调回厂区放置，但截至6月20日，我们到现场记录，太空包依然紧邻河道。环保团体质疑，太空包内各色不明粉末来源并不单纯。那至于环保局，你为什么一直不敢来验证这些东西？我们有指定啊，像那个黄色的、绿色的、白色的，还有这个咖啡色的、黑色的。为什么你都不敢来验？是因为你知道它有问题，所以你不敢来验吗？还是你要包庇他们？我觉得这个环保单位你必须很明确的说清楚。民众可能会比较觉得说，哎，好像它有一些颜色的那个部分，那应该是那个玻璃，目前的玻璃大概有一些添加的那个，所以它颜色会比较不同，而它只是比较细，它已经变成粉的一个状况。多数的回填物那个来源物那个物品，当然我们可以依照现场的人员他现场来做一些市政的一个评断了。那当然如果说我们的稽查员他没有办法去做认定的时候，当然有需要就要做，比如说进一步的一个采样啊，或是其他部分的一个来佐证。所以当天我们有去采太空包里面这不同颜色的物质去做检测吗？当天是没有做采样的一个状况。屏东县环保局以凯林公司出具购买来源为由，没有进行采样，也没有确认收受量是否符合申报。台南社大采样送检后发现，各色粉末含有丝、如钴、铬等物质，和成分单纯的废玻璃相去甚远。由于这条支流汇入北市溪后入海，会被养殖户撤回使用，让环保团体十分忧虑。很明显哦，它本来的那个斜坡是吃到差不多这个位置，本来河道剩一点点，然后大水来之后，这整个都刮掉。它本来是在草的那边，好，差不多现在草的那里以上的这一大片全部滑落刮掉了，然后顺着这条海水，然后到了下游北势溪，然后那是我们台湾很重要的渔业养殖的基地，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土质场在这边是非常高风险，然后充满疑虑的。6月20日下午，检察官到现场开挖采样，刘淼松拒绝媒体进入他的私人土地拍摄，而屏东县政府以案件进入侦办为由未公开采样结果，也未依照废青法规定要求刘淼松清除或停工。那针对这个部分，因为我刚讲，因为在侦查当中，所以至于一些怎样怎么整个一个完整的状况，或者是说有没有要进一步，包括说要停止他动作啦，或者是说要立即停他清除等等这一些的一个指令的那个下达，我们都会依照地检署的一个指示来做办理。比像我们5月12日有去做采样的时候，环保局会同。可是为什么在他们县府声明稿里面没有这一段？而且他采样的样本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持续追踪，他跟我们的回复是在于说，哦，这已经侦办了，所以我们不会再检验了。那这是刑案，这是一事一法的问题。我们今天不可能因为抢了一间银行，明天被抢就不用办了。可是环保局应该积极的在说，对这些东西、对这些场域的列管，还有业者的蓝天，也就是他们的操作机具，你至少要有一个扣押或什么的。你连现在的操作机具，从去年在大响营到现在同一场的机具完全都一模一样，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萧和琴比对出入车辆，进一步发现访寮这起回填事件与屏东大响营非法对峙案雷同，推测余温里被埋有科技也污泥。污泥是环保署力推循环经济中的其中一个项目，让环保团体相当忧虑，因为不止污泥出包，开放再利用多年的钢铁业的事业废弃物，问题依然层出不穷。这边是鹿竹的莲溪皮，很漂亮一个湿地。就画面中，我们会看到说它的颜色很多种，然后你就会很怀疑说它填的不是土，所以当时我们就请那个稽查大队，是不是应该要来了解一下，看它到底是什么。那当然后来他们有回复说那是一个土资厂。那问题是土资厂不是应该是干净的土吗？怎么会是五颜六色的东西？然后可以把水整个染成黑色，你注意看现在。看到的这个水整个是黑的。这块湿地叫莲溪皮，位于高雄鹿竹区，是二仁溪的直洪区，腹地广大，有很多水鸟栖息。这块地原本是农牧用地，20多年前被联合变更为特定事业目的用地后，曾开设砂石场。地主在2016年购入这里一笔被法拍的土地，一直没来查看，直到2017年才发现土地已经被窃占使用。邻居发现，发现就是说，你们标到的土地为什么那个车子好多？然后有一些那个白白的会飞到隔壁去，飞到外面去这样子。所以说那个我们的委托人他也看不懂，他看不懂，他就找了那个我们，然后我们进来一看啊，这里就是外面的人在说的大象。地主为了防止土地再被窃占，雇用了曾经营交通公司的李先生替他看守。李先生告诉我们，检调调查这里的废弃物，初步来看有电葫芦叶的炉渣，由天山资材这家公司倾倒，至少有23万公吨之多。这条路是闽南开出来的，这就是你拄啊讲迄个。这拢老少，老少。嗯。即卖咱表面看是讲有破碎过对啊吼。其实下底的拢无破碎，因当初做，以我观察，当初因分两阶做。依据经济部事业废弃物再利用管理办法规定，炉渣再利用前必须经过破碎、筛分、磁选，确认不会膨胀，而且没有重金属溶出之余才可以利用。而莲溪皮这里的炉渣完全不符规定。用法体即种物料，正常是爱。正常是伊来处理，甲重金属规个拢分开。李先生拿着磁铁现场实验，只见炉渣全都快速吸附上去。这样的物质被倒在湿地、余温或农田，会造成环境巨大伤害。这足恐怖的呢，这臭拢袂翻呢。也要新2600，超过啊。台南社大进一步现勘后认为，莲溪皮被弃置的不止电葫芦叶的炉渣。说它不是石头啊，表面看起来也是渣，但它实际上是有很细的粉末去凝固起来的哈。这里面也让我们不禁怀疑，因为我们在查中钢的报告书里面有看到说，它有非常多，包括它的飞灰，包括它的底渣的一些东西，他们有一大堆东西都把它包装成所谓的固态混合物。然后说可以再利用里面的什么东西可以提炼，但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有去提炼，还是像我们刚刚这样看，我随便拿个吸铁都吸得起来，然后你却拿出来这样乱倒？根据环保署统计，目前台湾共有18家电葫芦业者，每年约会生产140万吨的炉渣。早年炉渣是废弃物，需要处理后掩埋，后来被经济部公告为再利用物，可作为低强度水泥或沥青混凝土的替代品。现实来看，炉渣却没有被好好利用，反而被弃置在农田、渔温或工厂厂区。自从莫拉克台风之后，我们的整个砂石的量供应充足，我们那些再利用的粒料，它使用上就会去化，会比较困难。再利用事业，它一收到那些废弃物来再利用之后，它一定要把它消化出去。消化出去，它没办法，它就是。卖给下游，下游就在那边堆置。
环保团体指出，目前全台每年约15000吨的事业废弃物可再利用，但90%再利用途径都是工程力料，显示行政部门对于去化的可行性缺乏精确的掌握与规划。若再加上厂商不愿意负担成本，就会让事业废弃物再利用这条路越走越窄。这些东西要成为一个产品，就比如说换营渣，他们应该要安定化，但是他们厂商也不去投资，然后交给这些土资厂或反正有塞分破碎设备，他们就收了这些东西以后，然后就乱混一通，结果后来把他们自己的市场都打烂。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对于这些就是你如果要推广再利用，你一定之前要做好市场的分析，然后品质的把关。那不然的话，我觉得就好像现在这样子的话，其实是等于是水处掩埋。台湾事业废弃物再利用弊端不断重复，常年不改的成阿，除了食安疑虑，恐将让社会付出更庞大的代价。